速度太快了，还一直跟着我，又妈！增加了死亡点，部分解谜有所变化，适合想要遭受不合理对待的人，确定吗？好，来，还有增加死亡点，又有增加难度，就是谜题变化啦。然后我们就来挑战看看吧。然后这回我要跟黑猫聊天，请过来了吗？人类到这种地方来是很危险的哟。哦呦欸，他后面会有写是那个最高难度的。那这边应该前面是没有太多变化。欸欸啊，没有咧。什么也没有，等一下，他好像很贴心跟我讲什么也没有。他是已经算准了我们会先过来是不是？欸，什么在找东西吗？会不会掉在那附近啊？哪附近？亏是原木里面啊。原木有什么？拿走。砍刀，哎呦，就在这种地方。好贼哦，他开始乱换了耶。不是，这样才有趣啊，不然如果你玩都是一样的，会觉得很奇怪啊。我们刚好可以趁机有没有来试一下？啊！等一下，刚刚的太快了，我还没看清楚，哎，怎么死了？我就只是砍了一下，然后就直接……哦，他是刀子断掉，然后刀子断掉，然后直接射到他的头上，这个死的速度也太快了吧！瞬间秒杀欸，好好玩哦，这模式感觉很赞欸。猫的毛掉落在这里，路上小心。欸，还是直接叫我们上去，他完全不想阻止我们欸。前面都还跟我们讲说，欸，你要稍微小心一下哦。哦，那个很可怕哦！哦，那地方感觉有点危险哦。现在不用了，你就直接去死吧。哦，全新的魔女之家，这种感觉。天哪，这就血迹变大片而已嘛。到房间来吧。这血迹变大片而已嘛，这感觉还好哎。呀，感觉有些跟过来了。你刚刚从哪冒出来的？拜门你会怕啦，所以基本上这些基本谜题没有太多变化，应该说基本谜题还会从一个基础那边做一个变化这样子的。哎呦，等一下一开始就给我出现熊掌是不是？一开始先出来吓人了。某个生病少女的故事，自出生以来，脸及脚上的皮肤开始溃烂，都包着绷带。对这样的什么女儿吗？父亲不愿正眼看她，不跟说她说任何话。即使如此，她依然很幸福，毕竟至少有个被母亲疼爱着。哎呦，开始故事有出来咯，真正的故事啊。那这边应该也是一样，就是把手脚剪掉吧。我剪一剪，变成自己手脚都断掉了。啊，这边还是一样下了，虽然只有某些基础谜题有变而已。背吧，哈尼紧，我袂肯呢。哎呀，太温馨了哦。我等一下走过去，他应该会冲过来了吧？
速度太快了啦，还一直跟着我。You motherfucker！吓死呀！冰傻。不是不是，这真的有办法通关吗？我真的很好奇，这真的可以通关吗？没有人这样搞的吧？毒？什么毒？可以试一下里面。有人拿起盖子。哦，直接喷毒出来，这回就完全不一样哎，一整个大改。不要吓我，不要从奇怪的地方出来，我喜欢你管我，咬我啊！忙死了，贵族的餐厅，用银质餐具。那如果现在说要帮把手呢？帮忙，我不需要帮啊！你不需要帮忙啊？哎，你不是说很忙？嗯，啊，不是啊，那我要干嘛啊？等一下，他这个真的让我吓到，他不需要帮忙。很忙，帮把手。那这个纸条写假的就对了。还是说他这个版本是，第一个版本的时候是房子都会做提示，帮助，爱莲，对，就是这个我要啦，帮助爱莲逃脱。那这个版本该不会是连房子都要坑我要拉吧？我觉得这个版本是那个房子都想坑维奥拉了。所以现在我们是要打不开。没什么东西耶。这有东西，专门血迹的手脚。哎，哦，该不会不是？啊，谢谢。不过这还真脏啊，你的手还比较……啊，干，反向坑人呢、欸。所以要把这个洗干净。没有水啊，好哦，生锈炉子，等一下，没有水，口水可以洗吗？口水可以吗？哦，可以跑。干，我卡了半天，就原来可以跑、哦。我以为就只能就是跟之前的剧情一样哎、欸，早说可以跑嘛！哎呦，速度变快！啊啊！吵死了，真是够了！那家伙大概就在做些蠢事了。我觉得这个应该没有人有办法挑战那个吧。他说那家伙又在做蠢事，是指屠夫吗？哎呦！对不起，其实是指我。
对不起，其实是指我，我在做蠢事了。对对，yes yes yes，我在做蠢事。而且他是北南，叫我喝看看。能喝吗？中毒了。不吃，哦，有东西在动啊！看一下，看一下，什么东西？哎呦，干！我以为我有破关关键的，哦，有什么东西掉下去了？银钥匙。哎、欸，有东西跑过去了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觉得我要先存存档。我觉得那个谁，那个我等一下过去可能又会被砍了。好，没事没事，所以他们写就说放到水槽，所以刚刚那个黑影是跑过去救我们，是不是 ？OK OK， 收掉了收掉了，谢谢大大，谢谢大大。谢谢黑影大大。嗯，这回是那个爱人跟那黑猫。不好意思，我一直在敲椅子。有个猫的装饰品，开玩笑的，不好笑。好，这个应该是都一样啊。会因魔女的力量而改变，完全被下落不明。哎、欸，这次就直接出场，这个又是笑话了吗？哎呦 ，What the fuck？真的是个笑话哎、欸，但我的行为跟笑话没什么两样。蜘蛛势力连毛线球啊！什么毛线球？跟那只猫哦，有它猫尾巴有在动。有没有可以用来捆绑的？是不是？又要来捆绑 play 了吗？给我那时想做什么？我要捆绑 play 啊！你好烦，再来啊！那种东西。看到拿给猫玩或随便什么都好，你不是猫吗？看叫你玩哦，那个人不肯转过来看你了。所以这是要给黑猫的意思吗？哎、欸，镜子刚刚不是破了吗？怎么又好了？哦，没事，那是因为我刚死掉了。我看完这一个的话，刚是有爱莲出现。刚爱莲好像出现在后面，要给你，我才不需要那种东西。不然这里哪来的猫啊？是要干嘛、啊？
热闹哪样啊？有种眼睛睁开朝这里看了一眼的感觉。看起来抱枕结实哦哦，做交换呐、啊！哎呦，人家说的猫是指这个猫啊。哎、欸，来，好利胜哦！是交换完毕了，干！来，玩捆绑 play， 哎、欸，不行，我都可以跟他玩捆绑 play 了。不给，好爽哦！谢谢，这给你。